没睡醒有点混乱，我像个笨蛋，整个早上我妈妈围着我转，怎么又会迟到，书包没整理好，红领巾找不到，又落在学校，校门口辣条一忙吃到饱，混沌餐老板每天出最早，还没美，李磊对他 say hello， 是不是想做他的男朋友，点点点点，谁家长名字抖一抖，办公楼走一走，同桌摆臭脸，同桌总抄我试卷，我画了三八线，大熊总在抱怨，小兰和心一张面。